哥，您不是给我下套呢吧？兄弟，哎，您那胸脯不让您白拍。得，哥，有您这句话，齐了。呀，二位高乐呢？哎呀，王年弟，我再添个菜，四海居的豇豆腐。哎，马兰，您跟贵老爷聊着，我这还得。了不起，了不起！你看看，惟妙惟肖啊！赶明啊，我丢官罢职了啊！我琉璃厂摆个地摊儿啊，砖画彩蛋脸谱，也不至于饿死吧？说什么呢？不至于。哎呦，坐。嗯，哎，严磊过。哎呀，您是说，我这个官儿还得当？嗯。那就看你扮谁了，是红脸的还是黑脸的？再说，扮白脸。我正好想请教您，我该扮什么脸？我劝你啊，别改戏。不改戏？年兄，你在南城八年落着什么了？不就落了一个名吗？你呀、啊，就把这名顶到底，再丢了他，你还剩什么呀？您是说，让双喜成其好事啊？我没听错吧？还是您说错了？全没错。要是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兰儿断给双喜儿，我敢保南城百姓。一片叫好，你这强项令的名声也就不胫而走了。那国舅爷，他还不拿捏死我呀？您可别害我呀！你还不门清呢？嗯，他那令妹，咱们的贵妃娘娘，早就不得一人抽了，失宠了？不会吧？这宫里头上上下下全知道，太监云总管亲口告诉我的。国舅爷那九门提督也是残灯破庙，说话就换人了，他拿捏谁去？他敢犯了业，就等着你拿他了。您还没喝就高了，我。听着这话，哎，都好像是跟着酒一块出来的。哼，我丁点儿都没喝高。我再告诉你，胡大帅，听说要放直隶总督，你连顺天府都属他管辖。山不转水转，就看谁转得快。
这么说，与人方便，自己个儿也方便。法不传流儿，话就说到这儿了。你啊，心里有数就成，千万别骑了瞎驴。走了。嘿，我说您这酒还没喝呀？生旦净末丑，桂兰山全叫您一个人办了。哥，我在外头都听见了。你没走啊？你信吗他的话？我干嘛不信？就他那人样，他是我年弟呀。这是把您搁在火上烤啊，我的哥。哎哎，这才是我这好哥们儿哟。结公堂。结公堂。双喜儿这个案子看起来是凶多吉少啊，只要把这个姑娘判给了别人，你们就给我枪。伤了人怎么办？你就不会不伤人吗？这叔啊，您有什么本还要密奏啊？臣参见皇上。免礼免礼，叔，坐。谢皇上。回皇上话，臣等与督察院商议，桂兰山审案不清不楚，态度暧昧，难求公正，不如换人接审。换人？换谁呀？督察院左都御史巴延寿亲自审问。叔，这话茬不对啊。当初让他审，他说狼儿并非官吏，不属督察院所辖。怎么着，现如今狼儿又成官吏了？那么就另换一位干练的官员。叔，当初您可跟我说此案非桂兰山不可，查京城官员无出其右者，怎么着现在又出来比他还干练的了？要是这样，当初朕让你们列几个名字候选，你们怎么列不出来呀？这个好了，一动不如一静，原来是桂兰山，如今还是桂兰山。是。今儿还是免朝，你们照样听审，朕也难得落一个浮生半日闲，等你们消息。那放火的查出来了吗？还在查。据臣所知，有人给纵火者提供了火种，想必是唆使的主谋，正在全力盘查。那主谋一定要查出来。臣遵旨。哎呦，你来了，你也看我笑话来了。我正琢磨今天上堂桂老爷准备带哪个脸儿，带哪个最舒服啊？带哪个全受罪？您坐。咱俩的事儿还有救吗？那不全在你吗？
你没改主意啊？可你让我等到猴年还是马月？也许明天就到。明天？案子一判，我这把椅子还能坐得住？我这身官衣也得脱了，顶子也得摘了。用你们的话说，那就是从良了。只要您不后悔，我可是无牵无挂了。那我不是白来了？那你来干嘛来了？我一夜没睡着，就惦着你这档子事儿。左边是刀山，右边是火海。你要想躲个平安呢，就一个法子，什么脸都不带。不带，谁干啊？你就说得了疾病了，神志不清了。万一他们隔着我呢？我有痒痒肉，准得笑。你笑不了。你把这个吃下去，能睡一天一夜。就是雷公在你耳朵边上敲鼓，你也醒不了。什么药？仙丹妙药。只要喝一口，就跟死人一样，就多一口气儿。到时候我要是醒不过来，从这儿就走了。一口凉水喷脸上，就什么事儿全没有。那这药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干我们那行的，总有你不想陪的客人，可又躲不过，就拿这药当挡箭牌。人都奄奄一息了，还能陪你吗？你待会儿就把它喝了，明儿我来救你。你可得准来啊。我还指着你画脸谱养活我呢。哎，萨大哥，早啊您！今天喝点什么茶？喝你娘个嘴儿！四处都给我瞧瞧！哎！昨天给他们火的那个人，你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，可不认识啊。嗯，以前没见过。没有，兴许是外地人。啊，他以后要是再来了，你先把他稳住了，赶紧去报案。哎，直接报给我。得，各位。下来吧。没事啊？没事。记住了？记住了。走吧。孙大圣啊，孙大圣，我老贵今儿就犯您了，求您给我复个体吧。卑职参见啊。免了吧，免了吧。他怎么说呀？全点头了。算他明白。你怎么这身打扮就来了？甭等着了，没事的。不用放火了。呵，你还会釜底抽薪呀？那我们还等什么呀？打道回府吧。哎，鬼南禅要是不听话呢？天堂有路他不走。不会那么傻。董兰一案，种种情由已经问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千锤打锣，一锤定音儿。王爷，诸位大人，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？国舅爷，
还问什么呀？判。双喜儿，咱们有吗？没什么问的，判吧。带董兰上堂。两家争一女，祸根子就出在你的身上。宣判之前，我先替你问问，郭九爷，您看看能不能私了？不私了。双喜小将军，您能不能让一步啊？我不让。两造都不私了，那本官只有判决了。判。王爷，那我可真判了。判。判呀。我可有言在先，判是判了，要是有一方不服呢，那还算不算数啊？你是奉旨断案，无论断成什么结果，全算。诸位大人呢？听王爷的。听王爷的。听王爷的。卑职才疏学浅，所知有限，又遇上了这么一个百年不遇的离奇案子，判决之中如果卑职有什么出了格的话，还请诸位大人海涵。可以。判决下来以后，该罢官罢官，该充军充军。有一句话我得搁到桌面上，可不许中间截住。那你要是太离谱了，也不许截吗？谁拦，谁替我审，替我断。这条要是不能答应卑职，王爷，卑职现在就辞官。本王答应你就是了。那卑职手中有一个东西，请王爷和诸位大人在上面签个名儿。干什么上茶去啊？上茶上茶。客官喝点什么茶？跟昨儿一样。去啊。哎，董郎儿听着，既然这两件婚书都是真的，那本官就按真的判了。你乐意也好，你不乐意也好，你乐意跟谁，你不乐意跟谁，这会儿全没用了。本官是一手托两家，一碗水端平，你可听清楚喽？听清楚了。本官判决，巡查南城御史奉旨审问董兰一女两嫁之案。既许了双喜儿，又配国舅，乃父是何其糊涂啊！可两家他又都不相让。本官判你董兰儿，本官判你董兰儿嫁给他们两家。这两家怎么嫁呀？诸位大人，你们可都是签了名的，啊，想毁约，那卑职马上推位让贤。你接着判，接着判。常言道，一女不嫁二夫，你董兰儿还非得嫁两家不可。我怕你每个月上半个月在国舅府投怀送抱，下半个月归双喜儿进鱼水之欢。
胡说！兰儿成什么了？那是姚姐，那比姚姐还可恶。那我不是成了活王八了吗？我你这万一她要是有了身孕，算谁的？桂兰山，你岂有此理！卑职还没有判完呢，听他判完了再说。董兰儿，这个法子你乐意不乐意呀？我不乐意，我死都不乐意。我跟你一块儿死。谁说死来着？我说的。还有我。双喜，你给我住口！还没轮上你呢。兰姑娘，你想死？嗯，我想死。哎呀，黄泉路上无老少，千古艰难唯一死啊！难得你劫掠可封，本官得成全你。桂兰山，你想当堂逼死人命啊？恩师老大人，您想替我接着审呢？兰姑娘，我不会让你白死，判了你这个案子，我这个官儿也就当到头了。你前脚进了鬼门关，我这后脚就进阎王殿，替你偿命。我不骗你，我不骗你，上有天下有地，过往的神灵全都听着呢，更别说还有王爷，还有这么些红顶子大人。兰姑娘，兰姑娘，你瞧，这是本官求人讨换来的九死断肠水，见血封喉，肝肠寸断。一会儿，本官就把它喝下去。我要是骗了你，到了阴曹地府，你头件事儿就是叫阎王爷把我的魂勾来去。哎，哎呦，那兰姑娘哦，兰儿，兰儿，死了。哎呦，兰姑娘哦，你把我的药吃了，你说我怎么死哟？狗官，我宰了你！双喜放手！你休手！哎呦，我说双喜小将军，本官是必死无疑，您何必落个杀人的罪名啊？话说回来了。我就是死，我也得把这个案子审完了再死。你还没判完呢？哎呀，哎呀！各位大人圣明，各位大人圣明，这兰姑娘死了，总得有个交代吧？老六，哎。哒哒哒！快芦席来，给这位贞洁烈女盖上。
请国舅爷您收尸吧。我凭什么收尸啊？埋您家的祖坟里头啊，他可是您明媒正娶的如夫人呐。我可不要啊，我可不要。国舅爷您说晚了，这儿有您的婚书为证。那婚书是假的，是他爹董七摁的手印，不作数。您都娶到家了，他还能是假的？我还没拜堂呢，他就跑了。您真不要了？活的我要，谁要死的呀？哎呀，完了，这丫头白死了，只能当个孤魂野鬼了。我要她。双喜儿，死的你也要？死的活的，我都要。你打算怎么发送他？按结发夫妻发送。我可有言在先啊，得把他埋在你们家祖坟里头。我是孤儿，不知道祖坟在哪儿。兰儿埋在哪儿，哪儿就是我们家祖坟。义气。慢。这万一要是国舅爷也要呢？国舅爷也要？那咱也有法子呀，当堂咱找把锯来，把兰姑娘从头到脚一锯两半，他们两家一家一半，还得这么发送，还得进祖坟。啊呸啊呸呸呸！血子呼啦的，我可不找他丧去，我可不要啊，我不要。那就便宜双喜儿的，天底下就那么一个便宜。归他就归他，那这也得拒绝画押，谁也别后悔。孙子才后悔呢。年兄，你刚才说你也要死，我没听错吧？您一个人听错了，那不能人人都听错呀。了了这桩案子，我说死就死。没那么容易。来呀、啊，把桂兰山下监严加看守，本王奏明皇上。再给他明正典刑。哎，二爷二爷，水刚开，给您沏上了。鬼哥，对不住了。您甭客气，给我押回提督府。慢着，老六，给我碗茶水喝。老爷，让我再瞧瞧兰儿姑娘，到了奈何桥上，别认错人了。我找萨老爷。你找萨老爷？你告诉他，就说他来了。他来了？你就跟他说，我说的他来了。你谁啊？我是泰丰茶楼的老板呀。哎，你就告诉他一人啊。国舅爷啊，
节哀顺变。这话您得跟胡大帅说，没我什么事儿。哎，想不到啊，一场官司居然没有一个赢家。哎，我给你们二位说个和吧，人都死了，还有什么恩怨可言呢？啊，大帅，我莽撞了。彼此彼此。王爷，犯官恭送王爷，恭送诸位大人。老爷，兰儿活了！活了！别担心我。哎，啊，喝着喝着喝着，楼上不是有雅间吗？哎，有上。啊，喝喝喝喝，坐好。喝着喝着喝着。喂，干什么呢？拿下！是。休得无礼！慌什么？放火烧车，你的主谋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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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兰儿活了啊！双喜哥，走！你给我走！你，这鬼难缠，鬼难缠！你跟我耍什么花招你？你啊，桂兰山不是鬼难缠，兰儿姑娘才是鬼难缠呢、啊！去你的！来人呐，把兰儿给我押回府去！慢，来人！我看你们谁敢抢人！我那有婚书，刚才你自己都承认了，那婚书是假的，人你不要了。哼，新鲜，死人我不要，活人我干嘛不要啊？国舅爷，您可是拒了节的呀。您瞅瞅，去去去！国舅爷，您撕的那是窗户纸啊，真的在这儿呢。您瞅瞅，还有您的大名儿呢。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哎，放开。皇上！连朕你们都不放过，你们不应该有破不了的案子。皇上，给奴才做主。你应该拜归兰山为师，就怕他不收你。总算是成就了一对苦命鸳鸯。你们俩呢？也该水到渠成了吧？只怕我是没那个命了。他嫌你啊？满汉不通婚呢。可他不算满人，汉军旗两块的。可他是个官绅，我怕给他添乱。你不愿意当侧室？想做八抬大轿翻红裙子呀？我知道我是妄想，可我就是解不开这个扣。其实呢，
他只要以后不娶正房了，正室侧室不是一样吗？你别瞧他这人长相老又没钱，可他人好，心眼好，还有180个主意，跟着他活着有意思。你可别一念之差错过了机会，让别人夺了去，他们要了，除了我瞧得上还有人抢。你可别那么说，就有那不怕老不怕穷的，一门心思喜欢上这样的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你光知道鬼难缠，可还有鬼打墙呢。福晋，不许你那么叫我。花小姐，我问你句话，你可别恼。你怎么知道我会恼啊？那你得跟我说实话。实话就实话，您也喜欢他吧？我喜欢他？我？那就是我猜错了，算我没说，您别见怪。可你说了，对不住您。等等，我喜欢他？我喜欢吗？唉，喜欢又有什么用啊？我嫁人以前不喜欢他，喜欢他了我又嫁人了。你呀，这才叫旁观者清呢。我喜欢比我聪明的人，你呀，干嘛非点得那么透啊？我可真没那意思，没往那儿上想。您别见怪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抢你的。要是换了别人，我可保不住。妞子，哎，兰姐姐，双喜哥，哎，爹，哎，双喜哥他们来了，哎哎哎哎，来了，双喜，哎，兰子姑娘，哎，请起，贵老爷，嗯，请起，我们过两天就走了，特地来跟您告个别，啊，跟着胡大帅去南京上任去，南京好啊，姑奶奶呢？堂屋里坐呢，妞子，哎，我陪你兰姐姐去看看姑姑，好，走。姑姑，桂老爷，嗯，阁下有句话想跟您说，来屋里去。哎，好，您请吧。我们大帅问，桂老爷有什么打算？什么打算？一天仨饱俩倒过日子呗。大帅的意思是，想请桂老爷一块儿去南京。去南京。我是北京的御史，不是南京的。大帅说了，他新任两江，可以做掉能源协助，他头一个就调您去。热土难离啊，瞧我这一大家子，离了我还真玩不转。要是姑姑和妞子乐意，全都一块走，全都去南京啊？啊。对，南京。南京城。哎呦，我们老祖宗倒是去过，那会儿是从龙入关的，八旗南下。这也有七八辈子了。听说呀，南京是古都，也繁华着呢，咱们去了，起码受不了挤兑，过自个儿的日子。哎。
这档事儿过去，国舅爷必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您又在他手下，他随时找个茬儿，您就自身难保了。大帅说，他不能对不住您呢。大帅说了，搬家的盘缠全归他了，要是贵老爷身上有什么账，大帅也替他还。哎呦，我们这亲家大帅还真是实心实意的。我跟双喜说了，到南京找出大房子，咱们两家一块儿住，我可就把您家当娘家了。哎，那你爹呢？把他一个人留下呀？不管怎么说，双喜劝我，还是把他一块带走吧。好歹，他也是我亲爹呀。小心火烛伤钱粮啊。我算是栽到底了，成了笑话了。哎，栽到他鬼难缠手里头，简直是白混了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阿玛，我老丈人全都在他手里栽过，只要是有这搅屎棍儿，谁都甭打算过安生日子。话说开了就好了。从今往后，几家子不都拧一块儿了吗？他鬼难缠还缠谁家？我说老马，写个折子参他。